曲音乐节在华山设展，小鬼黄文森也来参与它，把摊位打造成充满创意小物的鬼屋，里头除了有声控的吓人玩具，还有热情小鬼拍摄唐伯虎 MV 时的道具。这一次我这张专辑《大人同风》的这种有趣然后奇妙的一种 feel， 所以说呢，它就打造成一个像是一个独居好人的家。其实我也是刚刚才看到的，鬼屋中摆放的超有感鬼猫公仔，当中不但有存在者的作品，也有小鬼自己和艺人朋友们的设计。我有一个鬼猫公仔的涂鸦创意比赛，所以说呢，里面有一些展览是我们选出来很厉害的选手，然后当然还有我，还有艺人选手们一起参与展览。许哲佩 Peggy 也有参与。831阿普，对，然后还有很多的那个我的好朋友们，他们都到现在还没有交件，都在搞什么？也不能怪人家啦，因为我也是，就是匆匆的画了一只皮卡丘。鬼迷们有空到金曲音乐节避暑逛摊位，不妨到这个俏皮的鬼屋走走看看，感受一下小鬼的独家创意吧。我是乐总统报道。